早上的5:55左右，然后呢，我现在在台北车站准备搭自强号去花莲。完成了去跟上租车的所有的程序，现在呢打算要前往民宿先去放行李，但是在去民宿的路上肚子有点饿，所以就随机停在路边要去买早餐。跟上租车的租车体验，刚开始的感觉还不错，就是除了单价高了点之外啊，它还有提供甲地界以地环的服务啊，然后还有巡车，然后加满油，另外还有提供就是1天400块的防撞责任险，就是如果被 A 到或被别人 A 到的话，都不用负担第一次的费用跟成本，我觉得这样还不错。捡一颗石头回去，我跟他说为了保护生态我们要捡回家，所以他现在很可爱的在捡他喜欢的石头，然后用拍照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带回去，我觉得蛮可爱的。
是延吉生活，我们下次见。